爆炸瞬间，最新曝光又唤起目击民众的惊恐回忆。 Sí, dijeron este, que se retiraran porque era peligro. Y no entendimos, no, no somos necios. No entendimos. 爆炸当天早上，一条国家燃油运输管线疑似遭到偷油贼的破坏，喷出大量油料。没想到民众竟趁乱打劫，拿自家桶子来装油。直到傍晚时，悲剧终于发生。 La lucha en contra de la ilegalidad y del robo de combustible se va a fortalecer. 根据墨西哥官方统计，去年1月到10月间就发生了12,500多次非法盗油案件，平均一天就有42起。这回盗油事件当下，现场其实有多名军警，却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。如今发生重大死亡事故，爆炸现场满地焦尸，民众痛失至亲，后悔莫及。上个月才上任的新总统也严厉谴责，誓言要彻底消灭这股偷油歪风。三立新闻独立报道。